的天气啊，如果你自己也是骑机车的话，那如果你也把机车都停在太阳底下，应该就很有同感。他就说他只是把他自己的机车停在大太阳底下，不过10分钟而已哦。想不到他居然测到了将近70度的高温，在那个坐垫上面，也让他忍不住哀怨说：哇，这真的是可以来个烤香肠附赠2颗荷包蛋了。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？2个烤香肠。骑机车的朋友啊，就是可能你要两个烤香肠。坐垫的时候，真的可以拿一个荷包蛋，拿一个那个平罐的，有讲烤鸡。可能先拿个东西。啊，这你比穷鬼对不？哎，那贵哦。啊，我要看你好了。哪个店面啦？还有人说来个哪个店？网友真的是太苦手了。总之呢，我觉得，虽然天气很热，但是大家还是比较可惜，或者是浪费了整个假期哦的好天气。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？